子午门易筋经，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是民间传统的健身功法。即便易筋骨，通过脊椎的旋转屈伸带动内脏运动，故又称为脊椎运动。通过吐纳灌气，内练五脏，外练筋骨，阴阳互通，其独特的抻筋拔骨运动形式，可使肌肉筋骨在动势柔、缓、轻，达到增强筋骨的目的，也得到有意识的撑、拉、收。长期练功会使肌肉和韧带富有弹性，收缩和舒张能力增强，同时使全身经络气血通畅，五脏六腑调和，精神充沛，生命力旺盛。